快把泥掏出来，快把泥掏出来。这怎么跟香菜一样？你告诉我。很恶心。干嘛呀？你别这么暴力。你不掏出来啊？什么味道的？这种颜色应该做香菜味。你收过去。好。盖泡泡。那我也盖个泡泡。我给你盖。我给你盖。有病啊！给我啊，过去。念。我来。念。看我的。看我的泡好大。我已经出师了，我跟你讲。我的乖乖。哦哟。放屁！不能这样信吗？啊，你这个叫清，这个叫清脆，不叫放屁。哦，这是清脆的声音，多么清脆的声音啊！多么清脆的声音啊！阿龙，你听。滚！真的很做作。干嘛呀？真清脆，好清脆的声音，像放屁。噼里啪！来你。好。有点不响，没有清脆的声音。来吧，来吧。怎么玩？盖泡我会，盖泡我会。我表演。那干嘛？盖泡呀。好，你。滚。我要玩，我能玩吗？我可以。我们一起玩。你这个绝对可以做黄蛋泥，你看这么一拳，把它马上就翻开。老铁三手可生气，自从我解除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呢，就学会了把锅语言。老铁省的匪上是牛逼 class 六六六。老铁首选第一个中文，你的妈妈在等你。英文 I love you， 日语啊那个内桑，嗯，阿里嘎多。国语亚斯米尔内有最美，我不记得有家最美人。蓝语小水味儿在西木，叫的，哎叫我的叫叫，老子给我叫。终结者语，搜一美女条件，打听打听谁是终结者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可能有点恶心到大家，这个终结者语我也觉得有点恶心，老铁咱们讲究一点。河马语，买美人气烦了。老铁三别给我装，别给我害臊，咱们会的，咱们一起给我说起来。咱们老铁，我是一个精通八国语言的尼泊尔老铁，咱们把牛逼的比 ，no no no no， 老铁，咱们把牛逼的牛给我打在公屏上，别给我装，别给我害臊，老铁，这一刻我是个牛逼人，我是个文化人。老铁你进过厕所暴力吗？老铁我有，真的很恐怖。那是一个早自习吧，我拉肚子想去厕所拉屎，嗯，压死门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个蹲坑的那个链子给拉上，然后我蹲下去就非常愉快的在那里拉奥利给。这个时候呢，好家伙，这个链子啪子一开，然后啪子一下，我抬头一看啊，两个大人脸对着我，真的要吓死我了。我有人在我旁边，我就不好意思使劲，我就不好意思拉屎，因为我不好意思，我释放不来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人呢，一个人拿着扫把，一个人拿着拖把，没错，是厕所里面的扫把和拖把指着我。当时那个画面，好家伙，真的非常恐怖。那个扫把和拖把味儿，真的有一股那种骚味儿，我真的要晕了。毕竟我蹲在那里，他们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施展不开。然后一个拖把从我的脸线划过，虽然说没有碰到我的脸上，但真的很恶心。老铁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校园暴力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提一个真实的小建议，老铁，没有特殊紧急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在学校拉屎，真的很痛苦，很恶心。如果实在憋不住在学校上厕所的话，一定要看看有没有你的熟人，如果有熟人的话，一定不要上，真的很恐怖，他会挑衅你，他会恶心你。请铭记阿龙的人生小建议，我发誓，我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，我再也不需要拉屎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下一批凯叔的猫和款之一。这一凯叔事件的话，我也不记地儿。这一款呢，名字叫做 Side Home。这一款呢，主角是三万。三万话加起来的话，就有点扭头的感觉，花花嫩嫩的，非常不错。会有这样的海豚的这种切片，嗯，应该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鲨鱼吧。然后后期的话，会在盒子底部放一点蓝色的晕染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。
上面这两张图呢是他的盒子和贴纸。我勒个亲娘嘞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盲盒大概有10个款式，5个白胶，5个液体胶，具体视频的话我会给大家发视频的，我会一个一个的出。最近的那个蓝鱼好像很火，但是好像是也学不会，我学会了几岁，我来念给大家。小 C 窝嘞，大 C 窟，这是 C 母，这是 C 母。我的牙也我真的讲不下去了，真的很难讲，怎么办老铁，我觉得我是学不会了，很难说。我用蓝鱼来讲一下什么是快乐星球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打扰了，后边的我不会念了，谢谢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Raven Nation 觉得 Shamus Queller 星球就 War and War with Danny Ranjo。 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如果你想记住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哦塞！什么是快乐星球呀？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快乐星球。快乐星球，你们的快乐星球就是我。别给我装。因为我的搅拌棒没有了，然后呢我很机智，我在百货店呢买了一个果铲子。我的牙也太好用了吧，真的是66666，我以后都要用果铲子做泥，太方便了老铁。这里是做完之后这个质感只能绝了，老铁，做完之后这个质感我只能惊呆了，我直接九枚不低丢，老铁太社会了这个质感，所以我非常心急的做了一声，也就是做了2声，那一声呢我自留，很棒，别说我心急，都别说我心急，因为真的太 good 了，very good，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白色的饱和度真的特别实在，绝了，大家感受质感吧，丁根我不虚化了，我不虚了。